神明不灭，就是这个神识不会随着身体的寿命而寿灭，它是相续，它还会循着它的业力来受下一期的生命。 这就是叫分段生死，一段一段的生死，对这个道理即闻命一，即闻命一就是说，我现在已经闻到了，也相信了，也有相信了，但是还进一步问，如果说人就能变化为畜生，畜生也能变化为人。 这种转化，我还是不相信。人化兽，兽化人，这确实是轮回当中生命形态转变的真实情况。一般我们是讲这是转生的转化，今生如果我们的。我们愚痴啊，什么事都敢干呢？下辈子或者欠了人家债不还呢？下辈子变牛变马呀，这个转化，我们一般的人看不到。转世的事情，他自己转世又有割胎之婚，他也不知道，忘记的，还有一种就是。 现世不需要割身，现世就会变化为畜生的，这都有记载啊。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二十五史里面都有记载，那是刚才讲中国的二十五史是可信度极高的，你看《后汉书》。 讲这个记载一个翰林队的事情，在这个江夏，江夏就是在南京一带，就是长江中下游带，有个叫皇室之母，皇姓皇的家族，他的母亲，就在洗澡的时候，沐浴的时候，这个老母亲就变化成一只。 圆，就是那个像乌龟同一类型的，就变化成一个水族的东西，就潜到深渊里面去了，然后还常常出现，他这个沐浴到那个水里面沐浴的时候，还头上插了一个银叉，银子做的那个插的个装饰品。 然后你看到那个圆，这个银叉还在他的头像上，这个《晋书》就是讲魏晋南北朝，《晋书》也就是三国时期，孙皋做这个吴国的周书吴国的国君的时候，就丹阳有个宣亲母。 已经80岁了，他也是沐浴的时候，那是在家里沐浴的时候变化成一条圆。他的两个儿子一看到这个地方，老母亲怎么变成这个东西？赶紧把门关了，怕别人看到，家丑不可外扬啊！就保护着他，然后在这个天井大堂上就。 就挖了一个水坑，就放了水，就把这个圆就放在这个水坑里面，坎里面，但是圆还在里面，这个逍遥自在的游戏，游戏过一两天，这个圆还常常这个伸着头看外面，他还是想离开这个地方，他就等到这门开了以后，就从这个水坑里面。 这个跳出来，结果到了远远点的这个水潭里面，跳进去了，就再也不回来了，这历史上都有，就是现身变化的，现身变化的，你看这个。
在民国年间，有上海有一位这个大居士叫李平子，他曾经写过一个新闻报道，叫《人首诸暨》。就历史上还有很多人变成老虎的，什么就是现身变老虎的，啊，现身变老虎的，偶一大师他有一个记载，说他说有一个什么变老虎的情况，说这个有个寺院，有一个比丘啊，他就做功课之余也很也喜欢玩闹，他这寺院就有一块虎皮。虎皮他有常常是披着虎皮开玩笑，啊，披着虎皮有时候他就进到寺院外面，寺院外面之后，哎，发现很多人看到以为是老虎来了，赶紧跑，一跑的话呢，就把这些身上带的东西全都不要了，逃命了，是吧？这个，他开始以为好玩，等到第二次，他忽然起了个贪心了。哎，他说我披这虎皮，大家都有东西可得啊！大家把东西遗落下来，有东西可得。第二次，他就带着这心，哎呀，我要去弄点东西，就披上这个虎皮。这一来，啊，真的，人家一看，赶紧逃命呐、啊！这个他就捡到很多东西。就在他捡东西的时候，这个虎皮一下子就贴到他身上去了，贴到他身上去了，他真的剥不下来。当这个虎皮贴上去以后，他感觉到自己的容貌、自己的心理状态也都在改变了，也就从人心变为虎心了。哎，变为虎心以后，他真的就，因为他披上虎皮，再也不敢回去，就在外面，他就过老虎的生活，啊，就是看到那些小猫、小什么，还真的想吃，啊。就变成老虎了，啊！哎，他有一天，但是他变成老虎，这个好像这个就是在人和虎之间的那种心理当中那种一种焦灼状态，有老虎的习气，但是这个人心又没有消泯，处在这种状态。哎，有一天他觉得很饥饿，一般的小动物都解决不了饥饿，他就吃人了。吃人，他有一天看到有一个人过来，他就躲在一个石头后面，看到这个人啊过来，他猛地就有老虎的性格，砰的一下跳过来抓住了，正要吞噬的时候，但是一看，就是他寺院的比丘，穿着比丘的衣服，这一下子可能一下子警醒了他，说哎呀。我怎么到了要吃出家人的地步啊？我自己就是比丘，这时候他就这个懊恨之极呀，就一下子就放下了这个比丘，他就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就跳到那个巨石上，就准备自杀，干脆我也不要活了，就从那个石头上跳下来。这一跳下来，嘣的下来之后。倒是没有死，一下子虎皮从身上脱落了，这一跳虎皮脱落了。你看一切唯心造啊，一切唯心脱落之后，哦，他没有死，这次他才深信因果了。深信因果不容易啊，这次老老实实回寺院做禅和子去了，老实修行了，苦恨修行了，啊。现身变化啊，这个刚才讲地平子的这个记载，他是在江北啊，有一个人性格非常的粗暴厉害，也就是以恶为能的人啊，他到临终的时候生病了，在民国13年生病了，在病的时候正好有个云水僧啊过来就告诉他说你要变成诸身了，啊！你赶快忏悔。哎，这个恶人一听，哎呀，
他真的一辈子作恶，想到临命中又生病了，又这样的，他就忽然有一念恭敬心，就用左手啊，这个做合十的样子来行礼，给这个出家人行礼，啊，这个出家人就说好啊，做礼啊，这个就对他说，就你这个左手，由于你诚心礼佛，可以免诸刑。啊，说完之后，这个恶人就死了，死了还真的就是邻居，这邻居哎，就生了一头猪，猪有其中有一头猪，啊，全身都是，唯有一个腿呀，是人手，就是人的手，啊。人的手呢，他还常常看到这个猪看到人做这样的合十之状啊，合十之状，而且这个手他不放在地上，哎，你看看，就是叫人手猪，啊，那这个家里人看到这个样子，哎呀，就把他送到了上海的宝华寺放生场，啊，这也说明原来的寺院也有放生场了，就不去宰杀他了，啊，他在放生场啊，活了啊，大概十多年，啊十多年，有很多人去参观，哈，参观这个地平子是当时有名的居士，他也去参观，亲眼看到，就把这个，而且做的摄影啊，摄影照片和记录登在了刊物上，啊，所以这些啊事例自古迄今很多，啊，人寿相互变化的，啊，那么这个回答，它这种变化是有道理的，啊，这个形体是什么？形体的状态是随着心来变化的。一念的仁爱慈悲之心，你就会成为人或者成为天；一念的凶恶，你就会变成鬼，变成畜生的皮胎。我们的念头，这个戒啊，一念呢，是具足十法界的，从啊六道法界，出生地狱恶鬼，到人天阿修罗，到声闻缘觉菩萨佛，是在我们的念头当中完整具足的，具足的，具足。我们这一念放在哪里，就会显出跟哪个法界相应的形体，这就是生命的奥妙。所以一念的仁慈五戒十善，你就会成为人天的身体。你贪嗔痴慢疑，啊，贪嗔痴这样的念头就会到三恶道里面去，啊，那由这个念头决定你的善恶业的差异性，啊，差异性呢就会，啊，互相的渗透。所以人和兽之间的转变也是没有定准的。你今生可以为人，下辈子可以作为兽，下辈子兽你升起惭愧之心，可能修善，他又转为人，甚至升天，啊，所以是没有定准的，这就叫性空缘起。这个缘起法是千变万化的，但是它的不变的性，就是每一个十法界都有真如自性，啊，不能说人，你作为人下辈子就是人，你作为兽下辈子就是兽啊，二辈子三辈子永远都兽，这是不对的啊，啊，所以这些转化都是我们的业力来转化的，啊，这一定要注意这个道理。